Eden 粉丝请注意，由而家至二月十五号嚟铜锣湾时代广场就可以见到有成四层楼高嘅 Eden 啦。发生咩事？原来是日本 KitKat 趁住就嚟新年，揾咗 Eden 为最新推出嘅产品拍摄品牌广告。同场开设咗京都古店风限定店，店内有大量日本嘅 KitKat 产品，非常之吸引。讲到最必买的产品，一定是同海报同款的新年集锦礼盒，里面包括有开心果、奶茶、牛奶等等五款口味的朱古力。其中开心果味最应节，啱晒过年放在全盒，味道香甜，口感酥脆。自选区域就有日本直送的迷你朱古力，俾客人自行选择心水款式，送礼自用都唔错噶。除了朱古力，还有多款精美产品，购买集锦礼盒就会送出一套。另外购物满$99会附送一张日之花防烫隔热毡，够晒实用啊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